传奇召唤师，不得了了！今天我发现了这一款手游，我发现它里面真的很美。哇塞！我们这项玩法，方法很简单，一开始就会手车。它真的很酷啊！我跟你们讲，认真的。来，欸，它的英雄真的是超有趣的哦，繁体中文版。好，那它其实是一个挂机的手游，出战教学，你看里面很像有波塞顿啊什么之类的，我这种游戏最热门的啦，天哪，太猛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攻略教学的部分啊，这个就是光了攻略的部分，那你就一直这样用一生等啦。好，以此类推，啊，基本上玩法就这样。然后它是一个挂机的手游啊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早上召唤啊，你到睡眠中你可以把我召唤起来，好。然后升级教学，关卡攻略与升级教学 ，OK。然后装备穿戴，提升你的战斗力啊。好，继续弄下去。欸，它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玩的那个放置手游，欸，对啊。然后一样，你可以合上去，前排放 tank， 让有意思的一个手游。这个就是关卡攻略的部分，这样就攻略了，这样就升等了，所以升级教学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就是我们的挂机的一个奖励。那挂机之后，我们就会得到装备，我装备之后，你就会提升战斗力。好，更强的装备，你战力是不是就越好？是吧？早点可以怎么样呢？去买这个钥匙，有钥匙之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呢？你就可以直接抽。有追追哦，你有狙靠。OK， 我，哦，非常不得了啊，这一款。脑袋可以全部放上去了，现在追追可以放。六只吗？这就两倍血。这样就是 victory。我非常有趣哦，但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，我在猜啦，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他的角色有哪些。他的角色不得了，来，哦，你看这边都有角色，每次都可以看哦。我说这游戏怎么会这么神秘，到现在才被我发现，真是太猛了耶！那角色非常的多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的英文名称啊，就是他的游戏名。但是呢，它载下来，它有中文的名称就是了，啊，对啊，很酷哎。